过过两天就是旧历三月初三，先天上帝圣诞。主祀先天上帝何必不动经，为了发扬先天上帝好众生的精神，举办光辉的活动，并且甲秀团便衣来合作，为里面做健康的检查。现场准备了丰富礼品，要送予光辉的民众，希望会当伫这个防疫期间，为台湾会口助力更加多爱心。甘马镇社区发展协会今仔日为了祝贺准备来临的先天上帝圣诞，举办了关怀甲健康检查的活动。甘马镇里里长陈明环表示，为了即间已经筹备几六个月，欢迎民众来关怀。除了礼品以外，阁准备了礼券要送予关怀的民众。今仔哦是国历的四月初一，农历的三月初一。本地咱有当讲感情社区哦，是要顶三月初三，上帝讲的圣诞万寿哦，来关怀。啊，但是伊的捐血车拄啊未方便，今仔下才有捐血车，所以咱就利用今仔来办这个关怀。啊，关怀不会使哦，对家己身体嘛好，搁会当帮助人，会当救人。希望大家有资格通啊关怀的人哦，大家来努力认真来关怀，对是家己身体嘛好。啊，搁那时阵咧做善事咧，哦，啊，欢迎大家伫四点以前，哦，赶紧来关怀。中华馆员林根仁表示，这个活动主要嘛是为了先天上帝圣诞所办的，希望能以宗教的角度传达教化人心、济世救人的理念。啊，今仔是咱甘肃里舞动宫以及舞社区发展协会吼，啊来举办咱关怀活动吼，啊伫咱舞动宫的庙埕遮个。啊，咱即届礼品呢，非常的用心啦吼！啊，礼品丰富，啊，还佫有咱全年礼券。啊，今仔日吼，啊，来关怀的人呢，非常的踊跃吼，你啊看吼，排甲真长吼。啊，而且佮先感谢咱啊，武当宫管理委员会以及咱啊，里长办公室佮咱社区发展协会吼，会协助来举办吼。啊，而且佮含咱啊在地代表吼，蔡市佮蔡代表陈淑芬陈代表佮咱。啊，隔壁你的里长吼，啊，陈伯宇陈里长拢来关心吼，啊，嘛是吼，因为啊，最近呢，咱知影讲关怀中心有咧欠费，啊，咱啊，预计吼，啊，大家吼，啊，共同来响应这个关怀的活动。秀团便衣社区健康部科长赖嘉文表示，现代人定定因为无闲，袂记哩家己的健康状况，因此今仔日是着邀请到甘马基里为大家做上基础的健康检查。今天最主要是配合我们那个武当宫甘还有甘井社区哈这边来配合办理他们的一个捐血活动。那最主要今天我们是秀传医疗团队是带着我们一些专业人员，有营养师、有护理师哈等专业人员来到现场来帮民众来做一个检测的一个服务哈。那我们检测的项目今天有包括心电图的一个检测，那还有大肠直肠癌的一个筛检的一个服务啦，那最主要是说可以让民众可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哈。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检测服务，可以让民众可以知道自己的一个现在的健康状态哈。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有效的去做好自己的个人健康管理。台中关怀中心表示，现场除了必须量体温、挂嘴安以外，民众嘛必须符合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才能关怀。详细规定，请参考各地区的关怀中心的网站。新中华新闻李炳宏、何必彩虹报道。